看这个墨迹，你又不按捣鼓，我都是给他捣鼓的。嗯，捣了给他捣一套算了，你那你那大姐。到了几家去的？我到了。到两家。两家多钱？啊，60块。咱刚喝过的是五家去。30。啊，这全部倒下来。我多少？哪里？啊，带饼儿。60，一套。啊，俩饼儿，药锅60。你说你自己呢？光锅。这锅底咋都不光？啊，光锅30。加俩饼60。大哥，我们好多。我全可以。再过也不光。刀不光年，再过也不光。光年不光年？那煤都是了，这个。你干啥来了？啥时来了？自车来。啊，电车。这是包子锅，打包子用的。啊，火烧的呀，火烧。哦，这是打烧饼用的。嗯。哎呀，电下边还有个座烧火嘞。下边你放了放到哪？那是放那搁那煤火的，搁煤火都是。哦。这是粥饭锅，这粥饭锅，这是炒菜锅，那是炒菜锅，这是炒菜锅，哦，这是炒菜锅，这反正也能炒菜。要这俺还俺个班儿的哈。这蒸馍锅上这小人口上。啊，这是蒸馍锅。看到那饼，怪全的这。他那饼都是现有点钱货，你看，他那饼俺说搁这锅上都得起，嗯，都有点些钱货。你看他这，俺说这刚放在这弄了去的，他弄这都是。小一公分，小一点儿，都搓就行。嗯，俺说这饼都得放到这掉去。锅，还有饼儿，这是蒸馍。还有这个盖子，都是人家铸造的。像这锅两点多的，老板这锅。12斤，小的才12斤。我这不赖我跟你说的，这大娘们跟你说的说不完，这女孩子你。大盆，大号盆，这是2号盆，这是大蒸锅，这小蒸锅。这不都有家的吧？这没有，这都是啥？啊，啥造好的啊？叫看的啊？要哪一种调和？样品。哦，这是样品。你需要要的啥样的？咱找出啥样。哦，这是样品。哎，好，摆的也不少的。这是哪找的桌子吗？嗯，小火山叫食品。火海苗烧起来是吧？火海苗烧起来哈。烧起来了。这里边温度能有多少度？800度。800度，有没有？有。挂铝800，话筒900。是的。嗯。这锅也管话筒，管不管？管啊。这路最高的话，好1000度。啊，这是揣着铝簪。好，火苗子上，温度上来了。
以前人家倒锅都是翻啥，长到啥字翻过来翻过去哈。那过时了嘛？啊，是不是啥都改进了嘛？嗯，对对对，那是老法儿。你这是这路是你自己整的？你买的你自己整？自己整也买。模具，这属于模具，吃饭的家务事儿。这样吧，炸吧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劲儿还不小的你，那你看，搞破坏的这。OK， 这是不好画的这。切。哦，有钢筋。哟，起火苗子了这。油，光油。哦，对，有油。那是那边的。锅上的。渣子弄的。渣子，驴渣。驴。温度上来了，这明显感到有点灼热了。哟，这是啥？宝贝疙瘩？生驴生的。啊，碎驴，你看那个印子呀。哦，这是生驴，起啥作用？生驴，这是光熟驴倒。啊，叫它软化一点。不是的，光这驴它不软吗？倒出来。哦，光这驴它太硬。加点硬的。这味精上，那我长一点就可以了。哦，这太软，这太软。哦，加点那稍微叫它硬一点。对对对，这是加进去的硬驴疙瘩，看那个印子。吹一下，嗯，有灰尘给它吹掉，然后把盖子盖上。等会儿驴水从这里边倒进去。吃外妈的，天天里面咋个都没空都走嘛，我在吃外妈干嘛走来的？你看那个。那你说你咋说？对，我这给他固定。他自己弄又不懂折，不放他，再不放他，他贼拉狗的，不放他在这边。一话。说说外语听不懂。咱也不会说外语，咱没文化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说你，他说你听不懂你。对。老外比较喜欢这中国的民间这些东西。他给他看一下。看看就都可能都几个小时，他都不走，咋那个？这样照那样拍。把杂志再捞一下。不是的，那我叫他放那成块的嘛。哦，把它硬驴给它彻底融化完。对对对。对。还一小块，你不把它化的慢，把它化的冲来又冲里。哦。还有冲里的化的快吗？对。好，大概场子开始上事。还得晾一下。这晾一下子不能让它温度太高。温度太高也不中。温度太高了，到了它不光它麻。哦，盐那多，就那些一点点。哦。稍微给它晾一下。温度越低，这样倒不了没空，越低越倒的好。我倒了。哦。那汗毛也不掉，今天回家回来了。哦，那你们辛苦了，在那晒。我来买点，买点也好。到了年下来，你说这不回家，我干了不掉。
这锅在咱都倒上，这锅。我做的挺好，挺给人家我现在也喝太大。那墨鱼的里边那一层。有我们三个有。看那三个在家里，他是个八十多的，那家都是，矿木业就出那出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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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啥，那你说的这个，这是个生意，你说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你说黄山，我们那个山上火，这再润滑一下。这一天不停地倒，也倒几十个锅了，是不是？不能，能不能？不能，最多倒十二三个就行。最多倒十二三个。一上午倒六七个，下午最多倒六七个。是的。那生意好那时候，你得弄两个活。花钱转上可能快了，忙不过来。忙不过来。你得雇人。一个加工费50块钱，十个。六七百块钱，一个二十，一个二十，你十几个一天赚200多块钱。200多块钱，你出去，你出去没呢？你去，再吃吃饭，对不对？车再烧烧油，给打工自由，给打工自由。我听说以前天天捡钱就，那不是的。那以前干这都干发了，好多人都干发财了都，是不是？上牛的，豫东人做这个手艺人挺多的。师傅你可得快点，你看你这，你看你这客户给他焦急的等。你可得快点。那叫着号，对。师傅了，都干到一处了。这都是给他等的，等的都挺着急的。这啊，你也给他等嘞？我都是他倒锅了，俺俩挨的。他说的，我倒锅了，你倒。好，开始。
对，主要就是这一下。弄出来最好就在下边平整着的，不用磨。哎，你平整不中。哎，平整不中。不中，不好掌握。我这是在装修过程，我都不要高底嘛。必须要高底儿。高底要土。啊，我以为里边是水泥的，硬的很呢，不是。一般就这个土。啊，土。哎，我磨了个土。啊，里边是土。我以为里边是钢或者是啥家伙，硬度比较大嘞。前面还有花椒树，那路边有花椒树，我一直都在这倒，在这大坑里倒，多少年了。啊，在这倒了很多年了。啊、嗯。那园区，园区，那别了。该吃饭了，你中午咋吃饭了？中午？你不在外边了？啊？我也该下班了。你中午这顾忙嘞，吃饭也顾不上了，我看。这些人在等嘞，这不是吃啥的。就是呀、啊，你还是到锅里也不吃饭，他吃饭。你说啊、哎，你们说40块钱，哪40块钱？加工费40块钱，我40块钱。加工费40块钱，行不行？卖这个行不行？我们都会卖，卖加工费。那个加工费，我加工费是40块。哦，小腿儿也刀刀子接来是大点。这大娘早上6点多来了，咋说还没挨上嘞？你看这生意好的你。你说那生意多，他在这干着多少年？是的，哦。以前没有盖的超市啊，他都在北庄干。是的。你知道？我是北庄人，村里的。有时间往街上站两三步。好师傅，祝你财源广进，生意兴隆啊！好，谢谢。好。